上头吧，但野仔超管在看着我，看他被超管警告一次，我挡得抽他妈他都要搞我现在。小手吗？小手机吗？我的巴西又长又黑又粗又肥，你怕不怕？就像我枪一样肥。怎么有那野怪猎人啊？他妈被野仔骗走了。这他妈我没有吃兵，他直接也有个野怪猎人，帮打一下行吗？兄弟，帮打一下，兄弟，带你。有点没看懂，那小丑过来放盒子没有闪，他过来他妈放盒子，有点没看懂。直接叫神刷快点，直接他妈叫神刷快点，觉得走运吗？挠痒痒一样，我感觉我如果先回去再出来他妈刷得快，我感觉我先回去再出来刷得快，我出吃了个人头的，我也不懂啊，他妈自己换天赋的，明天重装下系统嘛，明天重装下系统，这系统可能有问题，老是自己换天赋，打得太恶心了，应该是系统问题吧。为什么每次到他妈一点钟左右，老是有些野仔一直叫我进场？我他妈不会进场，知道吗？我他妈。我就算不直播，我真的不直播，不会进场，我一辈子都不会进场。我不上班，我都不用进场，你不用担心我好吗？大家麻烦真的不要担心我，我真的我不上班，我都不用进场。不用担心我。大家不用担心我啊，管你自己就行了。别再没钱了，头埋地。哦，他妈给我放个 W， 全部清完了。这小丑估计急躁了，这小丑想骂人了，估计。降子被反野，估计想骂人。先不吃剑了，先不吃剑了，再挨喷。等我起来先再吃好吧，等一下他妈的人家搞事情，大家跟着他妈一起跟着他一起喷老子。一会再吃剑了，等我起来先嘛。这种明着吃，等一下他妈他挂机，他妈跟着他一起喷我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不用着急吃了。我不吃线他妈，你一直叫我吃他妈，想看挨骂，然后跟着他一起骂我是吧？因为大家我吃线他妈的有理由骂我，我吃线他妈有些野仔有理由骂我的。放松，伙计。刚好找到理由骂我，我就是不给你骂我。不给野仔理由骂我。给大家开个宠粉，一毛钱卡粉的牌，没带粉丝牌的兄弟可以支持一下，一毛钱卡粉牌，谢谢，可以支持一下。有没有兄弟花个一毛钱卡粉牌支持一下的？麻烦不断。这波双方商量，直接去反的屌毛的你，反这根屌毛的你。
胡子的节目。那个刷什么好兄弟，我狠狠干星源。如果别人说狠狠干你老婆，你开心吗？我再问你，那个野仔他妈的刷什么好兄弟，我在狠狠的干星源。如果别人一刷你，刷他在狠狠的干你老婆，你开心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开心吗？啊、刷中弹幕恶心。六级的直接上去，直接上去踩头，不给他们，玩你妈个臭逼！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么蠢啊？送到嘴边的肥肉他妈不吃啊？送到嘴巴的肥肉都不吃啊？什么情况？这他妈都能空了、啊？送嘴巴的肥肉都不吃啊！我不如上去躲一下。这把他妈又自己换天赋，有点恶心人。就算去年无法加速，我都不会死，我都不用交这个大招，因为有那一速的加成。上波电击好像没触发，触发了也没用。偷个野怪先，偷埋地，怎么他妈经验这么少？我可没时间，老我等了。还行吧，我这发育八分钟的发育还可以，我这发育还可以。八分钟的发育确实不差，确实不差的发育。挠痒痒一下，出了幽梦就发育是正常的。麻烦不断，真的，我感觉直播间呢负能量弹幕太多了，这个直播间的负能量弹幕太多了。我不喜欢换扫描，不太喜欢换扫描，我感觉别人进场我打不到你。那怎么办？确实没难得在后面 A 我，确实没办法。这波那行啊，你不要一直帮忙，好好不会骂我，他刷个底后面不会骂我吧。这他妈自己这把符文又错了，有点恶心。他自己他妈逼又换到电刑，我都没有换符文，他自己又换个电刑了。一般打个你后面都是骂人，这个野仔没骂我，难听吗？不然这把你要输啊！你骂我，你现在就没有了。谁是你哥们？谁是你哥们？
妈的电瓶刷也慢，感觉刷野的速度也变慢。AP 消除，他妈才看到 AP 消除，那我这把一可以一直刷他的野。AP 小丑啊，不计后果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妈，这不是有眼吗，兄弟？有操作的。哦，死了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怕被骂。我这把不吃线怎么样？他妈吃线了，把野仔。我他妈吃线，等下大家跟野仔一起喷我。我还两个人喷，我不吃线一样的你，然后再吃嘛。反正今天确实没有勇气。他妈吃线又来队友喷，又来弹幕喷，又不是赢不了。大家不要害我。来吃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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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吃了，我操！吃了。回春回春春回春回，大点钱收集我。我吃线就不要喷我，我不吃，确实我吃线就不要喷我，我不吃线的麦子叫我吃，恶心我是吧？确实小弟们恶心我，我不吃线他妈一直叫我吃啊，我一吃线他妈就这样讲话，又吃了两波不到，确实吃线了，吃了两波不到，也没有吃很多波吧，吃了两波不到。摇手发子，这他妈都能挡啊！我操，什么鬼啊！这哪？呜晒，好鸡巴晒！我的巴基好晒，我的巴基好晒！这波不实现了，赶紧刷野。可以实现，但没必要刷。这波实现就刷不了野了，感觉。他三路野上半野区三路野怪，我实现我就刷不了野了。豪波金刚赢的线怎么样？试试我吧。主要是天赋错了，没自信了，怕大家什么都有挂机，不好赢。这把带着自己换的电型。马上来，小心点。要放合体。你有用，有什么用？乱用！死了，不用走了，后面有个。那他妈怎么走？没看到后面有个黄鸡吗？那黄鸡在后面，那他妈怎么走？确实走不掉，那没办法走了，那黄鸡在后面啊，那怎么走？今晚最后一个宠粉一毛钱卡粉的牌可以支持下，今晚最后一个宠粉没带粉的牌兄弟可以支持下，谢谢，可以支持下，感谢。
这次我感觉系统有问题了，明天重搞个系统吧，这系统有问题了，语音也进不去，不能不进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这青钢影是在指挥我吗？扶桑机指挥爷爷是吧？一杠三的一仔，那么比扶桑机指挥老师，这么一拳抓死你啊！扶桑机指挥我。感觉还是打野好玩，感觉打野吃线能找到乐趣，能发育起来快。打野不会被针对啊！第一，为什么喜欢打野？打野不会被针对，玩得很舒服。第二，不会破防，心情很好，可以增强发育，怎么样都不会搞到心态。而且吃队友线也玩得爽，而且吃队友线你起来很快，你起来的快，玩得爽，还能去反对面野区搞对面打野心态。这是我弟弟，我可没有挂到这些。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了，哎，我四个能吸了，已经不太需要你了。你为什么不打啊？这他妈过来打全杀了，在怕什么？这他妈过来打不全杀了吗？控枪的杰斯我一套就秒了，不相信我，他妈有点不相信我。控枪杰斯确实全杀了，这怎么不过来呢？这小丑出大面具的等级跟我一样，花洒血量应该比我多，我应该出红色的青羽。觉得走运吗？我感觉出红色的青羽好一点。别要急，谢谢，请你别要急。对面野区好像全在的，文莱德850，文莱德800。这是我吗？野仔你好，你他妈的滚！Oh my god！我可没时间胡闹。先做饮血吧，先做饮血吧。他们满意没有？本来不想吃蟹，他们大家叫吃蟹，满意没有？我操！觉得够兄弟打二兄弟，他妈一直叫了。满意没有？本来不想吃蟹，他们大家叫吃蟹，满意没有？我操！觉得够兄弟打二兄弟，他妈一直叫老子吃蟹，大家不要骂我行吗？大家都说不吃蟹了，他妈我说不吃蟹，大家一直叫我吃蟹，我现在吃蟹了，他妈不要跟他太急骂我好吗？赶紧大龙，赶紧大龙，大家都输都输输，赶紧都输大龙，赶紧都输大龙啊！
要是这把他妈天赋错了，没有什么机动性，他妈不好打。我感觉对面可能在打闹。这他妈没有，没，说实话真的没有训练步伐，好他妈好他妈蠢！我有训练步伐加速真的死不了，明天重装个系统再也不应该再也不搞好了，不会有这种现象了。他妈又换那电刑出来，现在21分钟，电刑530伤害，我需要那530的伤害吗？我需要那530的伤害吗？没有攻速，没有移速，这符文很难吗？没有攻速，没有移速，这符文没有机动性。我上回有训练不好，我感觉死不掉，确实也没有速。刷个六，这把你不防我不防，我就是小丑。这把先付错了，不然早就真的有几波他们真死不掉了。他自己换那个天赋，不然有几波真死不掉。马上神装啊，肯定有亮点，亮一点点。这把不能浪了，浪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撤撤撤撤退。等我无尽，等我无尽。能赢，有机会赢。他妈没有训练步伐，好他妈难玩啊！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放松，伙计。Your inhibitor has been destroyed. 完成了，无敌了。Shut down. 给你脸了！不要交闪了。杀不掉就算，不交闪这闪现留住。我准备神装了，这闪现留着打下一波。
杀不掉正常，杀正常，杀不掉这个伤。这个闪现流的下一波，一波团直接赢，直接一波追上。真的，如果这把他不换个电刑，输了老子是畜生。他妈的，这个电刑不好打。如果瞬间不发的话，输了老子是畜生。确实这把没办法，这个三个电刑没有机动性的，只能打一套，不好保命啊。手枪，这是我吧？赶紧把那小龙打了，龙魂好像。对面可能会开大龙，我们可以开大龙。必杀绝！我最后一个装备要换什么？有种子吗？热水银鞋想换了，来个复活甲。的话没有闪现也 A 不到人。如果有训练步伐加速，我可以拉开位置的，他就 Q 不到我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读书，读书，读书，会讲，不会讲啊。怎么他妈老是有野仔偷东西？他妈的！怎么老是有野仔他妈偷东西的？不敢打团就拉一直偷。麻烦不断。有这种小偷啊，他妈老是偷东西不敢抓，不敢来这边诱博是吗？我可没有挂。你帮他去赢他开心，他妈的这样子你开心。
大哥你说啊，我这走那么好都没看我的技能。哦，他妈逼人偷家啦，修啦。为什么有这种厨神玩游戏他妈的老是偷家，有毛病是吗？有这种厨神玩游戏啊，他妈打着打着 TP 过来偷，老是一直偷不还，有这种厨神玩游戏。我没血死了，注意守家，注意守家，有野长要偷，有野长要偷家。放松，伙计。喂你好，谢谢你。我可没有挂的这些。呜，他妈怎么一直扔呢？被群殴啦！被群殴啦！被群殴啦，确实被群殴啦，我操，被干啦。文莱德也是神装，为什么大家都是神装，我一个人能打几个？谢谢山海关外送的血瓶，感谢兄弟犀利。反正追不上了，好像又能。这波可以大龙四打四，我感觉这波四打四能开大龙。你在玩什么呢？那个老师说我经常充电，我就算不直播，我不上班我都不会经常，知道吗？干嘛老是一直刷这种弹幕叫我进场呢？我就算不直播，我不上班，我都不会进场。直接开吧，直接开吧。好像能打过。怎么他妈逼这个一直偷家的，什么情况？